喺今次短宣裏面咧，你話有份參與，咁係啦，係今次神好恩待我啊，咁俾份優差我。點解我咁講咧？因為我決定短宣之前咧，我都好大掙扎嘅，我冇諗過嚟呢次短宣嘅，因為喺上個星期度啦，連續幾日神都不停俾感動我，就22號大婚大婚大婚咁，不停咁同我講話即成日喺我個裏邊啊，咁我就問神：神，你係咪要我去大婚啊？咁我而家我咁嘅光景，我唔敢去啊！如果唔係出於你，我唔會啊！咁我話：我神，如果你出於你，你要我去嘅話，你俾印證我啦！咁我就同神講，同神講數啦！你唔俾印證我，我唔會去嘅。咁神真係好犀利啊！咁我喺上個星期二翻嚟嘅時候咧，咁神真係俾咗印證我咯。神真的俾人情，我 Florence 坐喺我隔離就問我：你去唔去啊？咁我話我去，我唔可以唔去咁。咁我就膽粗粗咁就嚟咗呢個短宣啦。咁初時我都唔知諗住我要做啲乜嘢，因為我從來未嚟過呢啲短宣嘅。咁喺當中都以為自己普通以為自己講白話都 OK 嘅，但係原來講普通話要全程要講普通話講福音嘅。咁在我嚟講，哎呀，主啊，救命啊！咁跟住咧，好啦，到去到嘅時候咧，即係神真係好恩待我啦，知道我嘅情況，咁啊就俾咗一個分派咗一個美少女俾我啦。咁我就好放鬆，就用我嘅不靈光嘅普通話同佢講咗整個福音，咁好順利，亦都好順利喺當中佢信咗耶穌嚇。咁喺當中我都為佢祝福。咁喺祝福嘅當中咧，咁都感覺到佢經歷到聖靈嘅聖靈嘅，咁我都問佢：我你有冇感覺到啲乜嘢啊？咁佢話有啊，咁佢覺得佢話坐喺度，咁坐一陣，坐一陣咁。咁我話我點樣坐喺度？佢感覺到耶穌好似坐咗喺度咁。哇！點樣坐喺度啊？好光好光咁。咁跟住就話跟住因為佢問一句答一句。咁我話你有冇感受到耶穌嘅有冇感受到暖流啊？佢有啊。有冇感受到平安啊？有啊。有冇感受到輕散啊？有啊。咁有冇感受到喜樂啊？佢話有啊。咁我唉，感謝主，感謝主咁。咁即係以為就完咗以為我自己就可以交差啦，嗬咁跟住去完廁所翻到嚟，咁又聽到聲音講，就話你繼續為佢祈禱，就等佢經歷更多神嘅愛。咁睇到神好愛呢個美少女啊！咁喺當中我都感受到聖靈好大嘅臨在喺佢嘅生命裏面。咁都喺傾談嘅當中，知道佢個家庭狀況同父親個狀況嘅關係。咁睇到佢真係經歷神嗰個安慰啦，經歷神嘅醫治啦，係啦。咁就主咧，藉著呢個短宣，即係俾我睇到神嗰個好大嘅愛，同埋真係好恩待我咯。係俾我一個好大嘅經歷啦嚇，感謝主，永遠感謝神。我今次去短宣之前咧，其實我都有個意念就係、是、好早已經有個意念，我有為Sarah有個意念就同佢一齊去短宣。咁今次就真係成就咗我同佢一齊去短宣咯。咁我覺得即係其實我所喺呢度學嘅就係、是、會關顧身邊的朋友啦，咁同埋去短宣，今次去短宣嘅時候好得意嘅，我哋今日星期六去短宣啊嘛，但係我喺星期六、星期五我已經好興奮，好似小學生想去旅行咁樣，好興奮，好想去短宣咯。去短宣，每一次去短宣咧，都會有一啲新嘅事，咁神。每一次都會俾我睇到一新嘅事，咁所以我就每一次我就好想去跟去短宣，但係今次咧我就冇乜睇到啲咩嘢，不過咧就係、是、之前喺呢度所學嘅門訓啦，我都可以用得著咯，一齊去敬拜啊，同埋去服侍一啲嘅一啲新嘅人啊，甚至乎一啲本身有啲有啲。離開教會的弟兄姊妹都同佢傾偈啊，咁都可以同佢哋溝通啊，咁都可以喺之前喺門訓所學嘅嘢，喺今次短宣裏面都用得著咯。咁啊，依係我嘅心得，我同埋我都好想去短宣。搖動係轉車咧，條係火車，老火車站噶嘛，係搖動咧就兜嚟兜去。呢度清醒嘅，呢度懵嘅，我話冇可能嘅，我要祈禱，最後我點掉去？
我要求你得胜，我要做我耶稣喜悦的事，我就是直到在这里宣告，你好，你不是蒙蔽不到我的，我是天父女来的。我说这里忙的，这里醒的，我就追问，我说阿姐姐是回罗湖车在油塘点点点，人家带我去，哇，我说哈利路亚，胜了。今天呢，阿姐妹呢，不要紧，我等，我说好，但要约一个现人出来，你做不到的了，你没去了，你现在这么赶来做什么呢？我说即刻我叫耶稣，耶稣在这里，我说你还不走？今天我一路叫耶稣，我一路就继续一路跟天地话，真的是靠耶稣得。今天醒了啦，我就很开心，我很开心，感谢主，跳啊，好，一点都不累。跟着一大家姐妹一见面啊，很开心。回到这里侍奉那时呢，是刚刚赋予我的香味。哇，我说主啊，这个是你安排的，好。今天呢，我都是可以顺服的嘛，我真的什么都不做的，做不到的。那好咯，今天我都要姊妹的嘛，那我叫什么做什么，因为耶稣说了嘛，你顺服的心就可以做到事。但我一路是顺服学东西，一路学东西，一路做东西，一路祝福。那么当那个姊妹原来他的你奶奶阿家公原来信什么的，信那个法轮功的，今天呢闹也闹，闹到他就前头走出来了，今天就带一个女儿出来。今天这样，今天我说好啊，阿姐妹地就讲了福音的了，今天我都是为他祈祷。当我祈祷的时候，我是我流眼泪，他也流眼泪。我说这个法轮功是邪灵来的，今天我说什么邪灵，我就说了，我对耶稣呢，我就跟你分析，因为我到那边全部拜佛的嘛，我说拜佛的呢，耶稣呢，耶稣就教我们做什么呢，全部真的啊。因为我说了见证嘛，我要吃烟饮酒啦，要好什么，我说我的身体现人来我都不做得的。那么我说是的，今天我看到你们出来了，好开心的样子，好，真的好爱，没什么目的，是的，我没目的的。那么我说今天我们怎么接受呢？那么这个姐妹说，那么他说我讲一个，那你讲一个，他说好吧，那么就接受这福音了。那么接受福音呢，我就揽埋一齐，那么揽埋一齐呢，跟着我就留了他的微信微信。那我每一天呢用我的信仰来坚固他，因为我是乡里来的嘛。那么呢他很开心，他说呢，我说你，我的耶稣最大的，你现在为你的奶奶祈祷啊，赶这只鬼出来。我说你没生气，没被他赶出来，这个鬼来的，你赶他，是不是的，是，就这样了，赶着住了。